钻孔机下锅了哈。这次汉源来是来还愿的，买了1000多块的食材，给人家吃大家的朋友们，弄两天饭。有一上菜呢，钻孔机，拌猪脑壳，200斤，炒回锅肉。今天那个肉真的是把我震撼了哈，那头猪也得600斤。不要着急，我慢慢弄着哈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既然要弄，要给大家带来美味，那就要用心哈。食材要买得好，我还要。很多朋友都好奇，我一天来外头给大家做饭啥子？是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值得我为他们弄饭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切淡盐，切酱油，切那个就是鱼鳞。还去了就是一个全国算的地方，紧接着以后我们这个月呢还要去计划中哈，还要去新疆和甘肃，都是去拍的，都是给我们的粉丝给我们的朋友们。所以说这次我们来有两个目的在汉源哈，第一给他们弄饭，第二就是一个把他们家的花销小胖家的花销带到成都去啊，帮他们把销售出去，同时我也赚了小钱。花销88块钱一斤，真是给的盖的红烧哈！不要着急，等一下我把鸡烧好以后，直播间见啊！具体花销咋个使用、咋个保存，我们面对面交流，巴适的哈。